还疼吗？你怎么还是来了？你不是说不信？我信，我信了。真信了？那要不要我再把那些话多说几遍给你听啊？长月，我喜欢你。莫要再胡闹了。好了，不闹你了。那你可知这星魂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为何就取不出来呢？暂时不知，不过我们可以回北冥翻翻古籍，兴许古籍上会有记载。那等我爹把这边安顿好，我们就回北冥，然后想办法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长月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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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等，你们一个个干什么？这是我刚买的烧饼，刚出炉的，趁热吃。这是我给长月公子沏的茶。长月公子，我这有刚洗好的水果，您吃啊。这还有花生，长月公子，还有花生。长月公子，这还有花生。没有问题吧？怎么样？长月，没毒，可以吃。你吃吧。诸位，这是有事。哎，长月公子，我们是来跟您道歉的。对，我们不该那个误会您啊。要不是长月公子相助，我们就都死在苏青木那个老混蛋手里了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希望长月公子可以不计前嫌，原谅我们，原谅我们吧，原谅我们吧。尤其是小师妹啊，跟人家长月公子道歉的事，不计前嫌，原谅我们吧。不怪你们，都怪苏青木那个人渣，就是都怪他，就是都怪那个人渣。长月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亲戚都怪他。不要，倩倩，倩倩，做噩梦了。不行，你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，现在下床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我要去找姐。倩倩，别去，冷静点。走开，别碰我！你冷静点，别去了。你别看我，走开！深深他已经走了，他已经走了。对不起，接受这个结果吧。我姐在哪？已经葬在素云城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我爹真的可以这么心狠手辣。那是我姐姐，事已至此，看开点吧。徐寒宇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我会一夜之间就没有家了。你会不会因为我爹看不起我？傻瓜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
不用了，我说了我不饿。不行，我会心疼的。你，哇，这么多吃的，我要吃，这个，麻烦你多帮我加点肉。好嘞。我。拿着呀。谢谢。吃什么？哎，苏姑娘，你怎么都是素菜呀？你怎么照顾人家的？也不让师兄们多打点肉啊？对啊，全是素的。不用不用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不用了，我没胃口。不行，我就爱吃素的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薛师弟对除了元宝以外的其他女子这么上心。就是，哎呀，薛师弟是哪根筋搭错了？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啊？对啊，嗯，有问题啊？啊？哎，你们不要闹了，吃你们的饭。他不让说了，吃吃，咱们吃咱们的啊。芊芊，嗯，吃饭。啊。这丫头向来性子高傲，要是知道自己遭人排挤，还不得委屈的哭鼻子？你看她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活该。站住！哟，谢公子，有事儿啊？谁让你们往苏浅浅的饭菜里面放虫子的？怎么着啊？还想为他鸣不平啊？就是，他害死我们霍家门派那么多人，为他吃几个虫子怎么了？就是，父债女还，一条虫子而已，这根本就便宜那妖女了。你说谁妖女呢？我骂他怎么了？你个庸人，还想要英雄救美？我呸！有本事你试试啊！你们不是喜欢给人喂虫子吗？行，我来给你们吃吃看。来，我喂给你们吃。你敢？不不，怎么不敢啊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我再警告你们最后一遍，苏浅浅是苏浅浅，他爹是他爹。是是是。以后要是让我再看到你们欺负他，我抽死你们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！滚！快走，快走，走！上一句